三分上这个比分，从这个我来讲吧，我觉得也是没有想到的。但是足球比赛可能有一些很多的一个变化，那关键是我们在攻守转换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这个心态上面，我觉得也有点着急，所以上半场打的相对来说有点紧，就是导致可能跑不动。但下半场可能心态上面调整了一点，我觉得就好了很多。但是我也要在这个九十分钟的比赛过程当中，我要感谢我的队员，从这个上半场的比分一直到下半场，从这个拼搏的精神来看，我觉得打出了他们的那种精神，就是铿锵玫瑰永不放弃的精神。足球比赛就是这样。